烤鸭，我是帮帮龙里活泼可爱的开心果乐冰。在这蓝天上，我可是最厉害的。虽然我比较胆小，但遇到困难我也会努力去克服，配合大家的救援行动。可没想到，我却被孔珍妮和孔博士抓到了他们的大本营。难道我就要变成玩具了吗？大家救我！想知道后续如何吗？那就快搜索帮帮龙出动之冰川大冒险，点击观看吧。Go Go Dino， 嗨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